同学，我们看一下这第四题。第四题，他说甲在地面上，乙在一个高楼大厦上，丙他在高山上。请问这三个人，他们身高是一样的哈？这应该是同一个人呐哈。哎哦，他说身高都一样的甲、乙、丙三个人都是160公分。那请问阳光这样照，谁的影子比较长？同学，你要知道太阳光在地球这个小范围里面，它都是属于平行光。好，它是属于平行光，所以平行光的话，影子会一样。你在一条路上，好，比如说你随便在一个市民大道上，市民大道的头和尾两个都是你一个是你一个人站在这两个不同的位置，相同的时间，那太阳这样子照射的时候。好，就是你从市民大道的头走到市民大道的尾，那相同的时间差不是很多，那不可能同时出现了哈。那，时间差不多的情况，影子是不是一样长？是啊，他会不会说距离太阳比较近，影子就短一点；距离太阳比较远，影子就长一点？会不会？当然不会嘛，对不对？所以太阳光对我们来说它是平行光，那平行光所产生的影子都会是。一样的，好，它所形成的影子都会是一样的，可以吗？好，所以答案就是甲的影子等于乙的影子等于丙的影子，这是我们的第四题。